五月五号星期。你会抓到手？知道。不会了。好人。重来一次来。五月五号。三二 ，Action。五月五号星期二的叉叉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，每人20块零用钱。有什么零用钱抽？今天昨天一抽，昨天零用钱一抽，然后昨天。你有弹钢琴吗？昨天我有弹钢琴吧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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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好像妈妈有那个。那，你有扁扁吗？昨天。今天有吗？昨天有扁扁。今天有，今天有扁扁。今天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先算。其实都，你说要弹钢琴吗？今天零用钱一抽，然后呢，姐姐弹钢琴一抽，45分钟。然后呢，妹妹扁扁两抽，我有6抽而已啊，我7抽，你有抽，还有嘞，因为你有弹钢琴啊，我已经算了，不行那么话口气哦，母亲的，姐5抽，妹妹7抽，1234567，1234567，今天哎，我还没抽完，还没抽完呢、啊，我们有小奖了嘞。90小的，那要怎么办？不是特别好。那个啊，刮画、沙画二选一啊。160。大的。200。大的。5个。我中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那你呢？大的。一个大的，哇哦！小的可以给你兜哦，因为你兜都抽到那种好。八 ，Oh my god， 88的8，抽他，抽。小 baby 猫没救啦！不行，这是难得拿到的。哎呦，只有他其中敢睡不醒吃话。大猪给爸爸，炸猪排。好。爱心是最稀有的。哇。哇，印章哎！怎么还有印章？我有印章都没了。是姐姐的蜥蜴，箱四个而已。No， 不要这个了。超棒，奖品有好有坏，你不能这样丢哦。这样以后就不放麦当劳了。耶！我麦当劳还有那个呢，我想要皮卡丘。皮卡丘的呢？好可爱。对啊，小你的是箱几个？9个，我是香4个，香4个。来，妹妹先香4个，香很香的那种。你香9的呀？哦，小胡赚到，姐姐赚到了，姐姐香几个？9个啦。9个。没有，是中10个。好，接下来是乖乖章。你抽对不对？有几个乖乖章来？街舞也。街舞的，你有什么有乖乖章的？啊，我不是上学吗？上学是礼拜一跟礼拜五，礼拜一是当天就2个乖乖章，礼拜五是整个礼拜都没都做到，就2个乖乖章，一人2个，快。第一名。哦，妹妹第一名，对。哎，少了一个，好棒棒哦。好棒棒，好棒棒的呢！真的嘞，妹妹好厉害，这小的少哪一个？对，我看颜色，这两个颜色一样，两个颜色一样，两个颜色一样。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好好棒棒？只有这个，就这够啊！好棒棒，我还记得。滚！好棒棒，我还记得有好棒棒，所以我就觉得好棒棒。妹妹还有一个。我要用什么嘞？请订正好了。什么东西？请订正。请订正了，乖乖章还要请订正的。他之前就盖一个，对，就是这个请订正。啊！我只有2个，哦、我快要一条了。我是第一名，我冲向第一名冠军了。你这礼拜在礼拜五还是那个都没迟到，都乖乖上学，你有2个。我当然没迟到啊！是白白的图案，真开心，因为白白是主角。蓝色蜥蜴是他姐姐的，是小企鹅，护士山。
小企鹅富士山，小企鹅富士山，富士的山，好可爱的动作，给观众看，好可爱的蜥蜴动作，它是朝向自己盖的，冰冰冰，你得要盖，冰冰，我来当蜗牛，哎，我偷开过来了，咱们，然后他去找蜗牛，偷开过来了，大家看。就是这样变成了蜥蜴的好朋友，就是蜗牛了。他们又不是这样认识的。哦，他头发好漂亮哦，黑人呢？黑人是他。今天我来表演一个特别演出，就是手不碰吉他，厉害吧？变书包一样，他头发变书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这个抽抽了，拿不下。五月十号星期日，抽抽了三个一 ，Action！ 好，这是今天的抽抽了，我们已经三四五六日没抽了，总共五天，所以每人50块零用钱。六日，好了，我们来统计啊。礼拜三原本一抽零用钱一抽，然后我们有弹钢琴各一抽，星期四每人一抽，每人零用钱一抽，我弹钢琴，好，礼拜五每人一抽，每人零用钱一抽。礼拜五有做什么事？哦，你说给我们一抽的，爸爸拍有准，给你们一抽，拍到有准宝宝，对不对？爸爸要多一个乖宝宝一张。好，然后礼拜六你拔牙几抽？六抽好，哇。我选粉红色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。可以把它放。妹妹呢？妹妹有扁扁吗？有，今天有。今天礼拜日，礼拜日妹妹没有零用钱哦。干嘛？啊，那擦不掉，没来知道小。礼拜日妹妹没有零用钱啊，妹妹今天多给10块零用钱了。啊，没关系，给了就给了，但是少一抽，你用钱那一抽没不给你，因为你今天发脾气。哎，妹妹没有。今天有弹钢琴。有弹钢琴吗？对。好，那这一抽。还有扁扁，还有扁扁2抽。那你有弹钢琴1抽。妹妹，你算你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我14抽。23抽，老板要赔钱的啦！没有，我关门了。来，乖宝宝印章，妹妹，你再2个乖宝宝印章。妹妹今天可以多2抽，要不要？对，你要换2抽吗？要不要？妹妹多2抽。再盖一个。对。第一名呢？第一名我都要盖第一名。好。所以妹妹是16抽，姐姐是23抽。我帮爸爸盖一个，爸爸拿一个，请订正。啊？我为什么要派到宝？有什么宝宝为什么是请订正？等一下，爸爸为什么？好棒棒。好棒棒，好。那就是好。235。235小的。我只有2个大的给你们抽啊。235小的。12、23。120。145小的。80。我怎么都是小的？等一下，235。还有多少？235。120跟80啊？对。太狠了。235。然后呢？没有了哈。235。目前没有了。235。好，换妹妹一个人。妹妹，你中几个？235。45。235，还有什么？45。我看一下哦，我还记得他不是在吗？145。145。235和145。好，不能再中大了。我们明天要做大的。不能再中大了，爸爸已经没有大的给你们了。这样累积一个礼拜抽，好像很刺激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我只有中那3个而已。中3个小的，好。什么都小了，讨厌。55，姐姐中55。好。40。40啊！姐姐。
姐姐，你等下选的礼物。大会报告，这样看得清楚吗？目前姐妹妹中三个小的，等一下会有的贴上次剩下贴纸她要，然后姐姐中三个大的，两个小的，我们等一下让她选一个礼物。好。珍珠。大的，拜拜。哇，好巧。拜拜磁铁。拜拜磁铁，厉害。加入。我两个小嘛。对。沙画，刮画，刮画，刮画，我要的，我跟你交换。好，都是我们对方想要的，所以我们自己交换的。不亮，沙画选一个，哎，刮画选一个，刮画。那我这个，哎、啊，你干嘛不送？啊，都抽完了他。对。好 ，ending 的。啊，算片接地狱。你还有两个大的啦。差一点。好，那我就把你骗过去就好了。角落生物的。都抽完了，对不对？角落生物。讲一是我的吧。一二是我的吧。贴纸二号吗？贴纸。贴纸二号。还有贴纸、哦。送给妹妹，最后个奖是我的。还有贴纸二号。对啊。你刮了。贴纸二号。然后香琪的香琪的那个，这个下一个啊，贴纸二号下一个，总共下六个，还有另外的香琪的五个，六个加六六个，你看，企鹅，我要的，我一直在粉珍珠奶茶企鹅，金金生活是大生活，喵喵喵，金金生活是大生活 ，yes yes yes。四折本、六折本，你选一本，但是是相十八个才会送这个东西，要不要？好吧。怎么好吧？好好好好。这是你的吧？好，那我拿这。这是你。那我要这个。这样是一本啊、哦。十八加六。耶！白熊吃二十四。二十四。吃铁人。好，来，妹妹接过。角落就是猫。妹妹。换爸爸上场了啦，妹妹。好，我先打开一看。等一下，你要先说 A 选，然后选几个。A 选。A 选。我选二十四，比抽还要多。为什么天天选这个是大的？这个。现在在香的时候很神圣，好吧？选几个？四个来。哎、欸、喂，二十个，二十个了，这么快？这是我还丢，太快了啦！要像这种声音的来，不。现在是十一点四十分，该收摊玩具去睡觉了。好，现在香香哎，你就睡觉。小爱同学，香十个。不支援此操作。好了，下片接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更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等一下，爸爸还没关，我的那个还没。哇，你这个这么好的哦。我先说。好，我要穿脱身上了，太热了。猫咪和小草。嗯，这贴纸好棒哎。不要偷拿哦，猫咪和蜥蜴。嗯，白熊。白熊就白熊，为什么会变成白熊？不要偷拿哎。我又没有偷拿。企鹅。企鹅，哎，小树怎么这么可爱？欸、这吃起来可以吸吗？要不要去吸一下？夹猪排。我先吸一看，可不可以吸好了？企鹅和白熊，蜥蜴。欸、可以，你看吸得上去啊、嗯。我里面假牙是铁的、啊，所以吸得住啊。你看吧。对啊。